这个，好了，就这些。你是属猫的吧？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哎，我说杜小苏啊，你也不问客人想吃什么你就下单啊？啊，有你这么请客的吗？不是说了我请客吗？当然得听我的。是吗？ 上趟娃娃菜，白灼芥蓝，小笼包一份，鸡汤方便面两碗。我说你这还不弄俩烧饼，咱俩啃完得了。换一下。蟹粉豆腐，三文鱼海苔，刺身三匹。喝的吗？才要干嘛？谁踩你了？ 我说你有钱人，什么没有吃过呀？你干嘛跟我过不去啊？您现在不也是有钱人吗？啊，您得承认，您最近接的这个大单，肯定赚了不少银两。我没说错吧？什么大单呀？明明是你瞎猜的好吗？你要毁我的名声，我。 小心我找你要精神损失费，你可赔不起。对不起，先生小姐，我到底应该听谁的？听我的。还是听他的吧。喝的免了，剩下的下单。好的，先生。雷雨中，你是不是觉得对我特仁慈啊？这要我呀，鲍鱼海参。 坐吧，来，杜小苏，尝一小笼包。嗯，快吃吧，不吃就凉了。不对啊，明明是我请客，怎么你比我还热情啊？你又不想吃草，头不能使劲往地里按啊，对吧？哎，这不是，我管不着。 吃啊，这就对了。嗯，我就特别欣赏你这吃相。啊，我可能好几天也吃不到这样的美食了。好几天？为什么？我要去趟国外出差。出国？嗯，我还没出过国呢。国外有什么好？嗯，去学习啊。 魏玛包豪斯大学，你知道吗？那可是我心目当中的圣地，还有他们的建筑系，他们那个欧姆教授，那可是我偶像。我还记得上大学那一会儿，开学的第一堂课，我们老师就拿着建筑学概论跟我们说，这个就是欧姆老师写的，他可是我们建筑界的鼻祖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想这辈子一定要见见这位大神。 如果见到他，可以合个影，签个字儿什么的，那这辈子就算值了。做什么梦呢？吃饭。雷雨中。 一路平安，小苏，其实你能来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